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毒瘾发作到底痛苦到哪个程度？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颤抖，身体里的血液似乎变成了疯狂的蚂蚁军团。这疯狂的蚂蚁会啃食血液流经的任何地方，它们啃到骨头，骨头会又麻又痒又痛，皮肤痒还可以伸手挠，骨头痒根本没办法。有位姑娘毒瘾发作不能自拔，把自己的脸连皮带肉挠出了一道道血痕。有位大汉夜半犯毒瘾，疼痒难耐，硬是拿刀刮下了一层头皮。毒瘾发作的后期就会出现全身肌肉骨骼剧痛，万蚁食骨之感，让你如坠炼狱，生不如死。这样的痛苦可不是忍忍就能过去的，会持续几天甚至更久，直到再次吸到毒品才能缓解。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